二狗子猜字谜赢红包，每个红包里边都有一个字谜，还有相应的奖品，你要不要玩啊？一块钱一个红包。玩玩，先给我来一个，就拿一号红包吧。好嘞，一号红包，这是一号啊。哎，我给你拿出题来。给八十八，八十八是个什么鬼？字谜打一字，打一字，八八哦，爸爸。哎呀，打一个字哦，一个字啊啊，八十哦，我知道了，米，小米的米。嘿，这就对了吗？我给你看看这里边是什么奖品啊？哎哎，大龙珠一颗，大龙珠一颗。哇，好大哦！我还以为是这个小的呢。嘿嘿，我再来一把，给一块，这回就要三号红包吧。三号红包，哎，十个亿，还是打一字。十个亿，十一哦，十一，放假七天，那是一个字吗？一个字啊。哎呀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我给你提示一下啊，一个字儿，一个十，一个一。这次你要答对了，我看看啊。可是零食大礼包，好好想想。好好想想，一个十，一个一，还真不知道。哎，要不你们赶紧给我提醒一下呗。零食大礼包，你和我一人一半哦。